吸引吸引，不愧就是怎么样？那一个人都吸几十年的烟，他有什么呢？也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个情况发生，不是说像国外的某只什么新型吸烟吸上瘾，偶尔一个游客递了一个烟头下去，然后吸引很聪明，他就学他捡起来就放在嘴巴里抽一下。店里面有几万个游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只有100多个工作人员，不可能每个人都盯着的，自身素质、自身素养，你要靠自己去那个。因为我们的门票很低，我们门票350块钱，可以说什么人都能买得起，所以我们这边的游客素质的话，不可能跟那些300五或者说跟那个一200块钱的门票的那些游客来做一个比较。 是园子太大了，显得动物少。我们家有七八十种动物，动物都很健康，也没有说人家点评的那么糟糕。可能有的时候上秋日遇到很多团体过来的话会有脏，但是正常的话，现在环境是比较干净的。看视频上澎湃。